在每个年轻的心。我们在风雨中找到自己，你走过每一个不同的日子，你是个摇曳的风中淑女。虽然成长有时充满艰辛，上次的事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一次就好，我一定要解释。真的不用解释？对，说的有道理。来，我帮你定。张教官，你跟警卫室出来了？是啊，我看你东西蛮多的，要不我帮你拿？长官在，就我这小兵来拿了。不用了，我可以拿。曼平还要买什么？那我们走了。小贵，什么事？妈妈不知道怎么了，忽然昏倒了，带上去海军总医院。曼云，我有事，我先走。我帮你拿吧。大嫂。大嫂，小姐，病人现在很虚弱，麻烦你小心一点。小姐，还要不要紧？待会儿医生会来，他现在睡得很熟，你不要惊醒。谢谢。锦衣学长，我对不起你，我辜负了对你的承诺。老爸，老爸，什么事？妈妈会不会像爸爸一样啊？不会，不会。妈妈很快就会好起来。你不能骗我。干爸，我从来没有骗过小贵，对不对？请问你是病人的家属吗？我就是，她是我大嫂。我是李医官，麻烦您跟我到诊疗室来一趟。哦，小贵。你在这里陪妈妈，千万不要跑开啊。严重吗？袁长伟，你先别紧张，请坐。冯女士，她有严重的贫血。她刚送进急诊室的时候，我发觉她的手脚跟面部都有浮肿的现象，所以我给她做了超音波以及血液筛检。我发现他不但有严重的贫血，而且他的肾功能相当的不好。冯女士左右两边的肾里面长了一些细小的水泡。水泡？刘医官，能不能开刀？很抱歉，全世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种手术。眼前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利用针药使这些水泡不再继续扩大，而且他必须多休息。坦白说，这是富贵病的一种。如果
果冯女士再继续劳累的话，她的肾功能会渐渐衰竭，很可能会转变成尿毒症，到那个时候就麻烦了。设备好。哎，你们快下来拿东西啊！时间不早了，你先回去吧。好吧。要不是他帮忙，我一个人哪能买全队那么多东西啊？那变翔呢？我严重警告你，不准再提变翔这两个字。怎么，你还真的？我跟你说真的啊。好吧，那我先回去了。江队长，有何指教？你晓不晓得上级有命令，只要是男性官士兵，一律不准进入方舱。我晓得。那么你是故意违纪喽？现在还没超过会客时间，而且满全队的日用品数量那么多，我请这位战士帮我拿回来，这也算违纪吗？好，我们看看谁有理。慢点，江中尉，我不想给你惹麻烦。我先回队上去。明明谢谢你了。哪里？应该。你先走。不知道礼拜天有没有空？礼拜天？哎。我现在不能回答你，再说吧。好吧，我先回去了。站住！你是哪个单位的？报告长官，我是直升机大队。把你的补给证给我。报告队长。错不在他，江曼婷，立刻到中山市去。是。报长官，这件事跟江中尉无关，是我自己硬要进来的，请你不要处罚江中尉。我自然会处理这件事情。等一下呢，请你自己先回自己单位去，这件事情会找你的辅导长好好的谈一谈，至于他要不要处分你，我就不得而知了。现在请你离开。谢谢长官。好了，雅琳，回去休息吧。是，队长。我有叫你罚站吗？以后听话不要只听一半。坐下来。是。我很高兴你身为分队长，还能够有这种服务的热忱，主动帮同事还有学妹买日用品。谢谢队长。是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哦。虽然现在还是会客时间，但是原则上我们是以洽公为主。我不希望你常常带男朋友到队上来。队长，周太红他不是我的男朋友。你认为不是，可是他认为你是他女朋友啊。曼婷，我们这次到海军基地来是有任务的。我们的工作除了推展政训、政教、文康，还有服务工作以外，还希望透过团康活动疏解营上弟兄们的工作压力。我知道。你知道啊？你知不知道现在军区里面流传一句什么话？
他们说我们是女青年恋爱大队，这对我们全队是一个耻辱。魏曼萍，也许你觉得我对你的要求特别严苛，但是你知道吗？那是因为我对你的期望也特别高。以后你会慢慢明白。这是我刚刚记下来周太红的兵籍号码，你是要自己把它撕掉，还是队长帮你撕？谢谢队长。你们别再说了，我不会答应的。玉如，你干嘛那么死脑筋嘛？你去照照镜子看看，别人不知道还以为你得了什么绝症呢。你听哥的话嘛。你把冰果室顶给别人嘛，房子的事情我会把你安排得妥妥当当。你知不知道房价现在又开始飙涨了？对呀、啊、大嫂，你只要肯出那块地皮呀、啊，咱们跟建筑商合建，至少你可以分到两户到三户，到时候你多轻松啊。哎，躺在家里啊收房租钱就可以了。那栋房子是建议沈志卷又留下来，我不会卖，你们不要再逼我了好不好？我好累。你这么做，建议地下有知，他也不会反对的。医院不能抽烟，你们俩出来，我有话告诉你。再考虑考虑。冯先生，我这个人是个直肠子。讲话不会拐弯抹角，或许我的话不中听，但是我还是要说，我很尊敬当老师的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下一代是好是坏要靠你们。哎，卞少爷，我的话还没有说完，请你不要插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做兄长的联合外人来欺负自己的妹妹，更何况自己的妹妹已经失去了丈夫，你怎么忍心？我告诉你，你不够资格为人师表。我现在很冷静，如果你再去骚扰大嫂和小桂，我会让你看到我很冲动的一面。你听懂我说的话了没有？现在我想跟我的弟弟谈一谈，私下谈，不希望有外人在旁边。你们慢慢聊，我先走了。哎，方立明，方立明，老哥，老哥不要打了啦，我知道错了啦。我怎么会有你这种弟弟？上回你拿些过期的化妆品卖给女青年工作大队，搞得人家好几个皮肤过敏，结果这笔账全算在我身上。现在大嫂变成这个样子，你居然跟冯立明逼他把房子让给建筑商，你还没有人性啊你！哎呦哎大哥，大哥你的脑子除了钱还有什么？大哥，现在这个社会没有钱谁看得起你啊？你没听说过笑贫不笑娼吗？没错，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可是这个世界上除了钱之外，人难道就一无所有了吗？大哥，我拜托你这次帮帮我好不好？你只要一开口，大嫂一定答应呢。老辉，你走吧。大哥，你要是再不滚的话，我还要打你一顿。好，我走，改天再来找你。血压都很正常，谢谢。晚上如果睡不着，我会请值班大夫开些镇定剂给你。谢谢你啊，不客气。卞上尉，我们的探秘时间还有十分钟就到了。好，谢谢。现在觉得好一点了？不好意思，
又麻烦你了。大嫂，你不要这么说嘛，我答应过学长。变相够了，你为我跟小贵做的事情真的太多了。啊，对了，那件事情你有没有跟江小姐解释清楚？哦，有，解释过了，她了解，没有误会。到现在还学不会说谎。几岁了？29。过了年我就30了。看我这个姿势，你不急呀？急什么？结婚呢。江小姐是个蛮不错的女孩子，你要好好把握。如果你放弃她的话，你会后悔的。大嫂，你先把病养好，其他的都不重要。妈，我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面，我留在这里陪你好不好？小贵，军人的孩子怎么可以怕这个怕那个的呢？在家里想想爸爸，爸爸会保护你的。大嫂，小贵他……殿下，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你说。我房子的土地所有权状全部都放在建议照片后面，你一定要好好保管，我不能让这栋房子……大嫂，你放心，我绝对不准许任何人动你的房子。哇，好漂亮哦！看我的模型是不是好漂亮哎？老爸，这些都是真的？当然是真的。真可以飞上天？当然可以了。老爸，这是什么啊？这个事呢，我讲的你也不会懂的。啊，这个东西啊，是在干爸出任务的时候可以放进海里面，搜寻敌人的潜艇。有没有笑啊？没有笑装的干什么呢？只要这个东西一落进海里面，任何敌方的船只、潜艇啊，都逃不过我们正确的掌握。哇，那一定很贵哦。好贵哦。有多贵啊？把小贵卖了都买不起哦。老爸，我能不能？说，我能不能坐在椅子上过过瘾啊？照规定是不可以的，不过小贵是例外。来，哇，正点呢！小贵上尉，有没有发现敌方的潜艇？有。立刻放下鱼雷！是，报告老爸，命中目标。好不好玩？好玩。来，来下来。小贵啊，等你长大了，你要做什么？我要做反潜直升机大队的飞行官，和你跟老爸一样。你爸爸是我们反潜直升机队第一流的飞行官。等你长大了，干爸会告诉你一些事情。不过你要答应干爸，将来一定要比你爸爸更优秀。走，我们喝点东西去。父子情深啊，卞上尉。小鬼都这么大了，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啊。周亮红，你给我站好。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他是我们直升机大队因公殉职的李建英少校的儿子，你不应该拿这种事情来开玩笑。如果再让我听到从你嘴巴里面传出什么不敬的话，那你就准备装假牙吧。你刚才的玩笑我道歉了，不过我还是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我们两个在擂台上好好比一比。好，我要跟长官报备一下。不过这个礼拜天我没空，我要跟江曼平去约会。长官，我可以离开了吗？
记得北北吗？你小的时候啊，北北抱着你玩，你还在北北身上小便呢。都长这么大了，建英要是还活着的话，看你长这么壮硕，一定很高兴的。包队长，大嫂病倒了，住在海军总医院。如果队长允许的话，我想让小慧留在队上几天，起码吃饭有个着落。可以啊，建英的小孩就是我们直升机大队的小孩啊。谢谢队长。二人双险 S 代表。来，就饼干。田芬队长，难道你不知道晚点名已经过了吗？这个时间你应该留在自己的寝室里。嗯，都给你了。还有，我提醒你一点，我非常不喜欢不爱干净的人坐在我床上。谁不爱干净了？你。我还嫌你不干净嘞，我已经洗过澡了。哎，你嘞，满身汗臭，恶心死喽！月笨，太晚了，回你房间去。雅玲，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让月笨坐你床上的。这样好了，我帮你换床单。不用了，我承受不起。雅玲，大家都是同一个队上的姐妹。你为什么始终对我和友芬怀着敌意呢？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我是就事论事。好，那我们就事论事。大家都是分队长，坐你床上有什么关系呢？床单拉平就好了。你为什么那么小心眼呢？我不是小心眼，我讨厌老爱犯错的人破坏我们中队的荣誉。好了，这个问题我不跟你争，我也争不过你。你这个礼拜天大概被罚禁足了吧？没错啊。队长是罚我禁足啊，那我该派什么样的清洁工作给你呢？你呀，什么都不用派，因为队长罚我在左营军区或者高雄市区禁足，不是在光武楼。晚安。课程是专题报告，各位觉得专题报告很枯燥乏味吗？没错。那你们就错了，在我的专题报告里有很多问题是要你们来回答的，答对的有奖品，奖品不是很值钱，只是一个小小的钥匙环，但是上面刻有国防部女青年工作大队的字样，各位可以当作一个纪念品，将来退伍以后每当看到这个钥匙环就会想起在军中这段同甘共苦的日子。第一个问题，目前政府成立一个机构，专门对于海峡两岸事务做决策的是哪一个单位？快点快点。快点说。海峡交流基金会。对。戴眼镜的弟兄。大陆事务委员会。答对了，有奖。谢教官。事务委员会的机构叫什么名称？我们皇家海峡交流基金会，这样子答对了吧？答对了，有奖。现在第三个问题是，还没有，问题都还没问呢。池塘里水满了。天天我等着你，等着你做泥鳅。大哥哥好不好？咱们去做泥鳅。小妞的哥哥，咱们做泥鳅。大哥哥好不好？咱们去做泥鳅。Bye.
没想到大家军歌唱得那么好，我猜你们一定常去卡拉 OK 对不对？真的吗？好，那现在没有去过卡拉 OK 的请不要举手，你们看不打自招。好了，我们现在开始小心康乐。哎呦，我累得两只手都瘫痪了，我还不是一样，我喊的喉咙都沙哑了。小心康乐就喊苦了，到海角大队做大心康乐的时候可有你不瘦。洪上尉，丁小姐，请称呼我丁中尉。丁中尉，你怎么会到我们这儿来呢？我站在你旁边已经好久了，洪上尉啊，你的耳朵是不是有点问题？没有啊，我的耳朵非常正常。那为什么我叫了你好多次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呢？那是因为我看我弟兄返航嘛。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船。洪上尉，你平常讲话都这个样子吗？不是。这是鉴定部拟定国防部女青年工作大队下个月施教单位的日程表。没问题，我会转给我们处长的。谢谢你。丁中尉，什么事啊？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空啊？有空是有空啊，有事吗？方不方便，我请你喝杯咖啡。好啊，走吧。奇怪，我怎么碰到他我就结结巴巴的？什么事啊？蚊子。说出来，你不会笑？不会啦，我也没有理由笑啊。我觉得咖啡的味道像中药。像中药？那你还请我喝咖啡啊？他们都这么说的。他们谁啊？变翔，还有花之中。对了。像我队上的队员啊，跟女孩子约会的时候啊，他们都说我请你喝咖啡啊，这好像成为一种习惯了嘛。洪上尉，你没有发觉到你的口气好像好了耶？都不用假装。我猜啊，一定很少跟女孩子像我们这样面对面的聊天，对不对？对，很少，真的很少。几乎没有。洪上尉，有件事情我说了你可不要。不会。我又还没有说是什么事情你就说不会。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也许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不是，听组里的学长说你曾经得过两次勋章。那件事情没有了。那个是以前的事情了，没有什么。其实以你的
表现，你应该调到总部去才对。啊，总部啊，因为一时很难找到替代我的人，而且我跟队上队员的感情也都不错，所以我自己也不愿意。你想升少校？如果只是为了要升少校而离开飞弹快艇部队，我也不愿意。纯属机密，你可千万不要泄露哦。我一定守护。听说啊，总部准备把你调到台北去当参谋哎。真的？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啦。开玩笑？哦。看一下，来看一下。从来没有注意过，比起黄雅玲来毫不逊色，而且更有味道。先歇会儿。啊，不用了，谢谢。学长。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没想到两位这么有闲情雅致，坐在这边喝咖啡啊。花中伟，那你不是也挺悠闲的吗？哎，你不能这么说啊！我们出任务的时候，忙得天翻地覆，日月无光，风起云涌，雷电交加的时候，你没有看到吗？日月无光，雷电交加，那你们的直升机也可以起飞啊？能啊，当然行啊，我们直升机大队就跟他们的飞弹快艇部队一样，风雨无阻，对不对啊，学长？你踩我脚干嘛啊？开个玩笑，好玩吗？你这些玩笑话留着讲给黄雅玲听好了。我还有事，先回司令部去了。佟少尉，谢谢你的看。谢谢你的重要。不客气。再见。啊，学长，我还有事，我先走了。拜拜。哎，你们炸鸡还没有吃？各位，嗨。有事吗？有一点小小的事情。这个礼拜天你有没有空？我一定有空，对不对？刚好我这边有两张电影招待券，是部名片哦，听说啊还入围奥斯卡金像奖，所以我想你。我懂了。哎，是招场的哦。真骗子，我知道，听说很感人的。对，就是这个。你放心，票交给我啊，绝对不会弄掉的。丁中尉，那个。我知道了，星期天早场。对。哎，一定要准时哦。放心，我一定会提前到。好，那没事了，我先走了。拜拜。好，拜拜。哎，不见不散啊。对了，华中尉，你放心。这两张票啊，我一定亲手交给黄雅玲的。拜拜。
想，当然想啦，想的心都痛了。礼物送给我，好，那我马上过来，等我啊。满头都是汗。当然了，你的命令我当然是奋不顾身的勇往直前。哦，你对我真的是这么诚心诚意的吗？那当然了，我花之中对玲玲的心是唯天可表的。真的啊，我好高兴哦，我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耶。好，我太感动了。你不需要感动，心痛就可以了。这个我可以解释的嘛？你不要脸，居然拿丁书进来气我！哎不，我知道你想脚踏两条船，你无耻！啊啊！丽丽，丽丽，听我解释啊，丽丽！你去死吧！丽丽，丽丽！哎呀！看你是不是在值班。
绝不是为了他。他在我心里根本就没有分量。我好不容易才卸下一份痛苦的包袱，我不能让另外一个男人来搅乱我的生活，我的工作。其实给他一次机会听他解释，对我也没什么损失。小妹不在，小弟倒是有一个。对不起，这里暂停一夜。喂，心变冥想的，给我一盘冰的西瓜总行吧？你是什么阶级？我是女青年工作大队中尉军官。你给我立正站好！你对长官讲话是用这种口气吗？你懂不懂军中伦理？变翔是你教的吗？要吃西瓜是不是？好，小心，安全！你们先回去。放心了，木兰村出来的不是好欺负的。卞长官，我能和你谈一谈吗？请说。你凭什么叫我同学立正站好？多一条杠了不起啊！我告诉你，我们女青年工作大队是直属国防部，不归你们直升机大队管。抱歉，刚才我的火气大了一点。算了，还需要什么东西我拿给你。学长，我希望下次……如果你坚持的话，我可以当面向你同学道歉。学长，上回我没有给你解释的机会，我是因为……对不起，我想一个人静静。区里面有很多人误会我跟大嫂，也包括我。
没有人会了解。大嫂跟小贵是我应负的责任，一生都卸不下来。因为我答应过我的学长，麦平，你不明白，今天我能够当上飞行官，坐在驾驶的座位上，这一切的技术知识都是我的学长不断在飞行当中教给我的。你知道他为我花了多少的苦心吗？我永远都忘不了那天，我们在返航的时候，所有的直升机都安全着地，为什么？为什么只有我们这一架？因为这里有爱等我回来，因为有你等待让我不怕回来，这里有爱等我回来，因为有你喝彩让我勇敢起来。等待着我的消息，从不哭泣，喜欢在回忆里接着熟悉的你，去找一点爱情的感觉，总是在黑夜里想起